随时都可以结啊。当时小杰马上就哭了，生气了，说那我们4000块再走。那我顿时我觉得，因为在我们心里，我觉得说可能奥运会完了之后，那小杰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不可能分开的，他一定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太上心。那可能在奥运会，小杰激励我，那我可能就开始跟志成啊什么沟通一下，跟大家沟通一下，希望大家来帮我完成一个，因为在小杰的心里，我是一个比较死板的，对，不够浪漫。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吧，改变我以往不是土豪吧，对吧？没有钱，这个很便宜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现在我们是从两家人成为了一家人，那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一起走下去嘛。然后近的说是为了我东京奥运会，远的说我们能够白头到老，好吗？可以吗？这么多人，因为那个薛松呢？薛松啊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好啊。然后呢？看见了吗？昨天给他惊喜吧。然后呢？今天给你惊喜吧，哎，对吧？啊，谢谢。然后，因为其实我有想过大概的，但是我没有想过是今天，我以为会是明天，所以就是刚刚范文琪出来的时候吓我一跳。我还以为，然后看了那么多人，然后今天谢谢所有的人，特别是王双，我还给你视频了呢，你太牛了，好好，谢谢。